印太战略的真正的目的是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，维护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，冲击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，损害的是地区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。这股逆流同地区国家求和平、谋发展、促合作、图共赢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，注定是没有前途的。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，而不是地缘政治的棋局。中国始终扎根亚太，建设亚太，造福亚太。对于符合地区实际、满足各方需要的倡议，我们都表示欢迎。对于挑拨地区对抗、制造阵营对立的主张，我们都坚决反对。中方愿同各方一道，明辨是非，坚守正道，抵制印太对抗小圈子，共筑亚太合作大舞台，我们携手迈向亚太命运共同体。